石澳泳滩风高浪急，条片就见到一班人被浪冲到海中央，岸边有一班救生员拉起条绳尝试救人，不少救生员都被大浪扑倒。星期二国庆假期，有不少泳客来到石澳泳滩游水，期间一名男子被巨浪卷走，多名救生员落水救人。经过几分钟，男事主被成功救上岸，他清醒无大碍，跟住救生员离开。